对于年轻人而言，功夫搏击是永远逃不脱的一道坎，毕竟谁又能对大侠梦说 no？ 当然有这种想法的不仅仅是深受武侠片影响的中国小伙，就连印度小伙也是难逃世俗。就比如视频中这位正在努力奔跑想要英雄救美的印度小哥，他将跑酷跟功夫结合，在三四层楼上一个空中转体，顺势用暗器秒杀了一个坏人。小哥继续奔跑，抓着根绳子荡秋千，直接锤爆了玻璃，顺势又 KO 了一个坏人，终于是追上了对方。美女你先走，我来断后。紧接着小哥就是一顿花里胡哨的操作，腿法一连击、二连击、三连击，小哥打人从来不用第二下，即便是星爷的腿法怕是也比不上他。即便是对方摇人，又是一群壮汉包围了过来，小哥仍然不屑一顾，一堆瓜皮丝毫不是小哥的一合之敌。小哥最后也是成功英雄救美，堪称广大年轻人的偶像，会功夫就是了不起，毕竟谁又能对英雄救美说 no？